梁大人看上我哪儿了呢？你水管打得不错。还有呢？人长得不丑。没了。诸位，扇子与耳环在一组的，便是最后一组锤碗比赛的队友。妹妹，咱们俩一队。我不想跟你一队，我想跟轩哥跟你一队。秦表哥，我们是一队。不行。等谁一起？说好了。你不要看我。是一组。哎，往年都只是男女同场竞技，却不曾结对子啊。今年这是推陈出新啊。听说贵妃娘娘要给魏远侯议亲呢，许是那手眼通天的魏远侯看上了哪家的姑娘，特别受益的。神佛保佑，咱们姐妹啊，可千万别被那活阎王给看上了。敏儿，嗯，跟我换一下耳环。哦。没工夫跟你解释，听我的，快。哦，哎，梁大人眉头紧锁，似乎不愿意与我一对啊。是你动了手脚，支开你妹妹。不错，梁大人要娶亲，满京城多的是金枝玉叶，但休想打我妹妹的主意。谁说我要打你妹妹主意了？我说你心思缜密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我不想让你和秦轩亲近，而我接近你妹妹，我要打的是你的主意。梁大人，你说笑吧？你看我的样子，像是在说笑吗？表哥，我的球技不是很好，我怕会拖累你。没事，胜负不重要，我会全力帮你的。嗯。虽说魏元侯比英国公是差了一等，但秦家兄弟姐妹众多，秦轩又非长子，断然轮不到继承爵位。相比之下，我这侯爵的头衔啊，倒是实打实的。原来梁大人以为我看上了秦轩的家世门第，难道不是吗？秦轩身边名门佳丽数不胜数，相比之下你追我倒是更容易些。我倒是有心想要追大人，只是担心大人对我过去成见颇深，今日承蒙大人不弃，当然感激涕零，只是不知道梁大人看上我哪儿了呢？你水管打得不错。还有呢？人长得不丑。没了。冰雪聪明吧？